吴总，你还是懂箱子的嘛？它这里有裂啊，但确实是不错，做东西是肯定可以做的。其实这个东西呢，做一点手机挂件挺好的。你这个手玩它不太合适啊，我告诉你为什么不合适呢？手玩呢要像这种做出来手玩才好玩，你知道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手上有很多经络，你知道吗？很多穴位，你这样捏，如果此刻的你们在看这个视频，手上有什么东西可以拿起来捏，你这样捏捏紧，然后放开，会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。八号是个糯化，边上有点绿色，能不能做东西？不行的话就抛光一下。这个呢是水短了一点点，颜色还不错。如果这个东西可以做满色的牌子这么大的话，也很值钱的。你别看它水短，但是它颜色好啊。这样的话只能是抛光一下，到时候做个底座。这样子要怎么摆？摆着就好。这样子摆吧，稍微到时候这样子斜过来一点点，这样把它拧到这边正面啊。福总，你还是懂箱子的嘛？看起来外面的箱子拉垮，看到里面那个盒子，你还说内化，还让你说中了。诶，这有个东西，看看一下还有没有？好，没了没了。肿很老哎，听到清脆的声音，确实是肿很老，就太小了。到时候切切看能不能做点东西。这个呢，我感觉是有一点那个翁巴勒的感觉，就是看起来水饱，然后肿不是很老。这东西到时候要切看看做什么，感觉就是肿不老的感觉，就是我们以前看翁巴勒那种感觉。我这个石头好重哦，看皮子不错哎，里面还有春，就要看肉怎么样了。看起来肉也不怎么样，但是这个石头皮相好，这里开了个口子。像这些花是必进的吗？还是选吧，这些就是选。到这里有一点花，你看一大包选，看着。这个视频是你拍的比较轻松的一个了。最后也给你一个难题，就是这一刀下去，然后这里来一刀，就这一刀。这一刀，这里再来一刀。好，你看吧。这个皮子没有了。这边有点紫的感觉，肿还不错哎。说句实在话，哥们，这东西呢，你让我来做，我是不太想做的。但是呢，它这里又有紫，您自己考虑吧。像这种打一串珠子，肉太粗了，肉太粗了。做的话也只能是这样子，看这里有个裂，这里都裂不进，这样子去做一件那个立体动物是可以的。